这趟镖要是能保不失，大河两岸几十万灾民。中镖头，通知李大侠、冷女侠，长斧、短斧、七杀，他们要劫着20万两黄金。谁知道走完了这趟镖，我们还能够剩下几个人？我们已经什么都布置好了。过了今晚，20万两黄金就是我们的了。七杀古要的东西好像没有不能到手的。滥杀无辜就想一走了之，你天下第一名捕的名头要靠不住。还没有动手又怎么知道我拿不到你？